包子。嗯，哇，怎么说包子就拿不掉，好伤。来喽宝贝们，老肖对小小啊，包子你们一加一问。嗯，那这场比赛应该是有节目效果的。好的，蓄力弹墙超杀跟上，开局一套半血已过，看一下老肖怎么秀。哦呦，这 AB 是不好用的。哇，这小小这里没啊，什么意思？有点凶啊，连跳。这个下重腿有点堵了，但是没开 BC， 老肖这边好吧，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老肖这边怎么说。小猴戏啊，顶起来。 OK， 飞翔脚完美，这个大跳飞翔脚有点赶的啊，因为风险系数还是蛮高的，而且对方只要后一臂就能躲开啊。看一下老肖怎么说，这局运气非常不错。好的，有猴子，但是没跟 Max 烧杀，包子上对空基本是天方夜谭，只能尽可能拉开身位，然后波动先制为主吧。岩石头漂亮，一根想 AB 躲打击头的。 OK， 跳出前逆向下臂两点下重拳 Max 凤凰闪秒了。小小最后一个克里斯啊，运气也算不错了，克里斯是他的主力啊。怎么说 ？OK， 跳中拳，完美。Max 凤凰闪，克里斯这边很危险哦，没了，比分1-0。来看下一局。啊，克里斯呢，或者说表克是小小的主力，杨克基本没见小小怎么用过啊，可能是用不来，或者说表克更好一点。确实这个版本杨克刷气的优势不在了啊，那表克更灵活一点也许更好吧。蓄力弹墙，老肖这边开局的里没感觉。哦哟，轻脚跟康，但是后续连段没接上，小失误吧。 OK， 连跳，小小这里没丝血怎么翻。哦，乱动 AB 正逆则站重腿打拆头，可能性都是有的，秒了。老肖二发出场的角色。嗯，老肖老肖老肖来了，拉尔夫大跳中前连跳进攻。 OK， 乱动。哦，这一波对空对的好啊，拉尔夫基本就白给了啊，只能看老肖最后一个包子怎么打了。这个版本的拉尔夫赌隐藏都不好赌，而且隐藏基本只能在连段里啊。来看下一局，老肖最后一个包子，包几包几来了，阿包。 OK， 漂亮，稳，下臂两点下重拳啊，这操作感觉跟猴子有点像啊。双方包子内战，波动牵制，包子内战就看谁能掌握制空权了啊，不是纯拼波的啊。OK， 想杀一波，连跳进攻跳 CD， 但这个位置下一两点没开 BC 啊，可惜了。嗯，包子对空手段是蛮多的，所以说想前跳不是那么容易哦。一大套，老肖这包子感觉很难秀得起来了。波动前置有说法啊，这下躲 AB 直接过波接升龙，行啊，有够狠。来看下一局。看一下小小怎么说，来了，里面内战。 OK， 弹墙乱动，再弹哟，小小就是不信邪，后一臂躲一下。嗯哼，地头过来再走，下不下 A 没有开 BC， 比较稳。
毕竟这个版本不能像一期版那么玩啊，还是要谨慎一点的。带走，来看下一局，看一下小小怎么说。包子，嗯，升龙穿插怼过去，成啊！包子打你没好中弹折中，没了，稳。来看下一回合，老肖二发出场的角色，也是包子。OK， 中断则中，但后续连断连不上没关系，又则中一套。强开 BC 就是比较凶啊，哈！反正我 BC 的开都开起来了，必须则你一套。原地直跳对走日 P 的空中变轨，这下原地直跳则中一大套。虽说不是 max 超杀吧，但伤害也不低啊。火种牵制追波少年下正腿，感觉老肖这包子进攻还是稳扎稳打的，感觉很难责中啊。小小不吃这一套，中断责中下正腿一个波，追波少年再中断下火。小小这包子有说法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看下一局，真有说法这包子。嗯，小草 OK， 哟，原地直跳，活动在先知小小包子。嗯，哇，怎么说这包子就拿不掉，好生哦哟，完美。这小小这包子真有说法吧。好，来看下一回合，真有说法，兄弟们，看一下老肖这边的小草怎么打。嗯，哇，开局前田专刀啊，小小差点被打一套，大毒的毒过波直接被升。来看下一局，哇，这下开局前冲专刀，真说实话打得不错，但是奈何后续连段失误了。来了，这局老肖有发神的，没有道理会输，弹墙漂亮，稳。感觉开局里没就是互相抽奖，哪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拳脚力回啊。哦，好头，两段式跑头再弹墙，哦，没了，这一下不敢赌的。看下一回合，小小的包子，小包子好中弹则中，漂亮。OK， 哦，跳 CD， 哦，这下蓄力，好，起身赌一下枪杀，可以的。哇，这小小这包子真够稳健啊，张弛有度，有说法，大家可以抢空。老肖这边包子主动发起进攻啊，但这个升龙急了，坏了，两颗重脚，一个仙气发动，很痛。包子感觉老肖不太擅长啊，确实没怎么练过这种波声角色。下来两点下重拳，漂亮，逮到。看下一回合，小小这边的马力啊，来喽，好血反一套，稳，推到半边。马力前轻拳直接则中断，但是强开 BC 很难再则到一套了。马力现在非常危险，就算有隐藏，连跳进攻，放针点下盘，感觉都不用八神了啊！好生，哦，下招，哦呦，下重腿旋反一波，这两边玩的这么极限，连续波动牵制，原地直跳，漂亮，用不上八神啊。这局老肖的包子发力了，看下一局，小小这边也是李梅，直爆气 ，OK， 嗯，下招平啊，李梅 ，OK， 嗯，好断连，无所谓，
身位不够信，这边的 AB 一波站中腿逆向则中，但是连带也失误了。感觉两边对于李梅的连段都是收件度不高啊，会连但是可能会失误。左一流下招下中，漂亮，逮到，稳的，看下一回合。老肖这边耳发出场角色，走着，小包机，大他中腿，能量闪身这边下清泉，但是没确认 BC， 升龙超杀跟上，老肖稳起来了，好的，强转跳 CD， 够霸气啊！看小小日发出场的角色来了，温妮莎呀，运气一般吧，跟老肖的猴子比起来确实差一点。哦，下重腿六 A 直接硬泽波动先制，哦，可惜了，老肖各种拳脚力回，这 boss 在老肖的手里感觉是，比较累啊，比较累。好，战 CD 先隐藏，漂亮，秀起来了，隐藏是可以追地的啊。看一下老肖这边的小猴技。OK， 稳了，下期点乱动，大跳重拳，秒掉。小小最后一个 boss 能否稳住？啊，这猴子比较依赖跳攻击，那猴子它比较特殊啊，大跳特别高啊，这 boss 就算对空手段再多，你也不可能轻易的出。好，下臂两点下击，奈凤凰斩这一套直接要了半条命啊！ boss 没有容错率的，大跳，大跳。给你机会，哎呦，还真前前钻当钻出来了。我刚想说给你机会，你也不敢钻。好，想杀一波，再来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